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卡罗斯跟小柯说，有个奇怪的臭味逼得丛林动物离开自己的家。好重哦！他们逃得太快，结果有只猴子受伤了。毛毛，我要你用医疗救护包帮助受伤的猴子。还有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做空中搜索，查出那个臭味的来源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我们找到卡罗斯跟小克了。莱德，毛毛，你们来了，太好了。毛毛，去看看猴子的腿。X 光机。看来你的腿不会有事，只要包一下就行了。啊，好饿！天天，找到这个神秘臭味的来源了吗？我在沼泽区，看起来有很多绿色的泡泡从水里冒出来，是非常臭的泡泡。做得好，天天，毛毛，你处理得很好，我们要去查看沼泽了。那些泡泡就是沼气，有时候老去的植物根树在沼泽的水底下腐烂，就会变成一股臭气，制造出那些泡泡。天天，用直升机的风把臭泡泡从沼泽吹出去。好主意，莱德。闻起来没有那么臭了。阿奇、毛毛，危机解除，你们可以带动物们回沼泽了。知道了，莱德。我们终于可以去拍野生动物。已经有动物朋友想要我们帮他们拍照了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